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，一辆车居然逆向停了下来。民警赶到时发现车里有一名男子正在熟睡。起来起来起来，什么情况？说话。我这车去哪里了？啊？不知道。你给我起来，穿了衣服。驾驶员呢？我这车去哪里了？啊？不知道。实际上车内只有男子一人，而车就是他自己开的。男子光着膀子，一身酒气，民警立即对他进行了酒精检测。对不起，您喝酒了。177。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发现，这位不仅醉驾逆行，在路过收费站时还曾经强行冲卡。他是冲，直接冲卡冲走了。冲上来的。据男子交代，当天晚上和朋友聚会，聊得挺尽兴。于是这酒啊是一杯接着一杯，喝高了的他随后就开车上路，在开到收费站进入自动领卡通道时，卡半天没出来，实在没耐心等，于是一脚油门就冲了。